艺人隋唐有一对儿女 Max 和 Lucky。 隋唐17日在脸书抛出照片，只见 Max 对着镜头微微皱眉，露出有点不安和惊恐的表情。隋唐透露，最近只要一说刷牙，就会看到 Max 出现这种表情。后来终于搞清楚原因，是我把乳液当牙膏了，因为包装长得太像，他误用了还没有马上发觉，愧疚大呼对不起儿子。发现真相后，隋唐把这件事情告诉 Tony。 只见平时脾气超好从不生气的老公也变了脸，不夸张，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他的脸秒垮下来，还带点要发火的感觉。虽然最后他深吸一口气忍住，然后只念了一句太恶心了。对此网友纷纷安慰隋唐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人忙不舒服都会搞错，是真的挺像的。 Max 会体谅一打二的妈咪的，劝他别把失误放在心上。此外也有人感叹， Tony 哥的情绪管理真的很厉害，忍住了真不简单，是我老公的话已经念爆了。但也调侃隋唐，这种事放心里就好，不要跟老公说了。